两年前村长随便建了一个德尔村日常打卡区，到今天已经和一批可爱的村民们画画打卡666天。从自己敷衍打卡摸爬滚打的经历中，发现了也许适用于任何技能修行的快速提升秘籍和避坑低效练习的方法。做德尔村节目之前，村长和很多画群大佬给新人的提升建议一样，多画。后来做节目以后，强调过刻意练习4000-10000个小时去长期提升绘画基本功。这些建议都对吧？但绘画的世界总有几个打破这些定律的家伙。这是日本画手诺拉库拉2015年的人体速写，这是他2016年的人体速写。这是召唤到什么画画阴灵附体了吗？这是新加坡画手 Guiz 2015年的状态，这是他2017年的状态。圣杯战争啥时候开始？所以绘画里快速提升的传说是现实存在的。到底这些阴灵附体的画手有什么不同的训练方法？村长通过访谈有同类经验的画手，跟踪德尔村工坊快速提升的村民作业和日常打卡区自己的练习，找到了3条简单的规则，每个画手只要执行下去都能体验到阴灵附体的暴增期。 No.1 抓住顿悟的瞬间。绘画里的升级和游戏里升级一样，不是打一个怪就涨一点攻击，是经验积累到下一级了才突然升一些点数。但和游戏里的升级不一样的是，如果你处于快升级又没升级的状态，不继续做点什么是会萎缩回去的。就好像 Matrix 里突然从虚拟世界里醒来，窥见一眼现实世界又被 AI 机器人按回去的感觉，或者看 L Home 快要起立但你奶奶突然不敲门走进房间的那种萎缩回去的感觉。你的比喻都很深刻吧，但是能不能比如某天画了很多衣服的褶皱，画得越来越有立体感，好像快要领悟什么但又总结不出什么原因，第二天再尝试这个顿悟就消失了，又回到以前鼻涕涂抹工具乱胡褶皱的老路。不知道村民们在练习中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啊？正确的做法是感受到一点点顿悟时，这时候更不能停，马上继续速写现实的褶皱，找褶皱画得好的作品来临摹交替练习，直到你从飘渺的顿悟感中总结出明确的几句话的规律。比如留出一条亮一点的边缘，在阴影中简单一点，或者让每个褶皱薄一点，不要鼓鼓的像个米其林吉祥物，这种很明确的规律。但如果平常没什么练习过褶皱，光听村长直接说出这些规律可能也是没用的。但抓住这种顿悟的瞬间，追加几个小时的集中练习，把这个不靠谱的顿悟变成自己自然就能用出来的经验，跃迁到下一个水平级别上去，比单纯的积累练习的张数提升效率高不止10倍。 No.2 快速反馈。游戏之所以上瘾，就是你打一下小帧数就会出现伤害了多少，打几下怪物是被你砍倒了还是你变成 2.5 条物了，马上就知道结果。而在绘画这类技艺的修炼里，就算是反馈最集中的绘画艺考集训，老师一周也最多给你很少几句反馈，不可能随时画一笔秒素描人像受到20点伤害，再画一笔实在之妙人像受到50点伤害，画完了一幅画的一小块地方，人像对你发动了头颈肩关系大招撕画重来。我们普通绘画修炼者获取快速靠谱的反馈就更艰难，画一张成稿在群里问半天，时间花了不少，得到的反馈就是那种不知道反馈者到底什么水平来自什么角度的大众审美意见。胸肌不够大，表情不够瘦，毛不够多，我觉得你加的这群就很有问题啊，而且奶奶你怎么也在那种群里？村民们记得投币收藏分享给那种群友。那种把练习拆分成越明确的单项，越可能得到正确的反馈。村长分享一些小方法，让我们即使没有老师，没有专业画友，甚至没有朋友，也能收到快速靠谱的反馈。最后那句伤害没必要吧，反个方向，水平翻转来检查五官面容，马上就能看出问题的这种自我反馈的方式，常看斗村节目的村民们应该很熟悉了，这里就不多说。这里说的是更简单，简单到弱智的一种反馈方式，比如临摹了速写朝左的手，测试自己能不能不看参考画出朝右的手。这个方法对验证自己是否理解了结构而不是无脑临摹非常有效。模型检查，之前的斗村节目里说过，人偶模型加小灯打光可以让你原创以后马上检查这种原创的光影对不对，找得细不细致。画了透视以后用 LEGO 模型积木大致拼一下那种透视场景，手机靠近一点拍摄，马上就能检查自己画的透视哪里有问题。如果觉得 LEGO 上这种小点点很干扰的话，最近村长会发现有卖那种很精致的微缩小场景，作为场景透视练习非常有用。第三天重画，练习了人体动态啊、机械啊、装饰，如果第三天能不看参考重画出来，说明已经变成你的实力了。如果画不对，参考原图再画两次，第三天继续试试重画。总之为了得到快速的反馈，就不能几十个小时用重复的方法去磨一张张完整的作品。村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今天要好好练练画光影了，然后开始画大头、勾线、填唇色、调整大头美型度、调整人体美型度，一套传统组合拳。 3 hours later， 今天太晚了，明天上光影吧。 The day after， 今天要好好练练画光影了，然后开个新坑，开始画大头、勾线、填色、调整大头、调整人体，一套传统组合拳。3 hours later。
这过程是村长自己提升道路中龟速提升的标准流程。要想亮光影，不要管大头美不美，拿好打光参考，快速勾边缘，赶快找有光的区域和没光区域的分界，最深的夹缝在哪里，长什么样，使用两三个颜色让这个不美的大头出现正确的立体感。练完马上和参考模型去检查对照修改，这才是一次高效的光影练习。 No.3 有点难状态。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玩传统回合制 RPG 的村民，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冲关太快，遭遇某个 boss 战，每次只能趁 boss 几点 HP， 而 boss 一巴掌就可以把所有队员打成冰士，接下来又花好几轮回血才能又消耗 boss 那么一两点 HP， 虽然也能一直磨下去吧，但就是花的时间长得有点不正常。那你肯定没有玩过 FF15， 那你肯定没有玩过怪物猎人世界，你肯定没有玩过 GT Nevergreen 24小时耐力赛。比例准确的临摹，找明暗分区，简单的小盒子透视都画不对的阶段，就去临摹一幅完整的游戏海报，或者挑战网上热传的某些绘画挑战。这种想要快点提升，快点证明自己的焦急感，村长完全能感同身受。但如果画十几个小时只能画到这样的状态，说明你在用低的级别挑战后面的 boss， 进入 EHP 蹭血的耐久战了。这种时候会感觉自己好像也没什么办法能帮助解决这些困难，画完了也不知道到底学了个啥。这种越级打怪般的无助的痛苦感，不是高效练习的感觉。而另一头的极端无脑嗨状态，比如像村长这类已经会画一点的画手，反正画个什么都差不多像吧，平常画的都是熟悉的会画的，而那些该慢下来练的难点每次都混过去了。无助痛苦无脑嗨都不是高效练习的正确感受。想要快速升级，在画画的练习中随时要保持一种有点难但认真做后能做到的感觉。村长呢是2021年12月建立了一个免费的斗村打卡区，一开始呢只是想带动斗村节目的村民啊，专业课的村民每天养成那种动手的习惯，自己也就是每天打个卡。但因为平常其他工作也忙，大部分时候呢就是随便速写一个什么小姐姐翘屁股，周末浪荡一点，两个小 gay 大脸打个 kiss 啥的，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为了打卡而打卡，属于前面说的无脑嗨状态。所以村长其实自己就变成了2018年节目里说的那个在村长老家楼下风雨无阻几十年如一日弹琴，但每天依然弹错同样音的广场舞大叔。顺带一提，这个故事这几年已经被各种美院课堂、绘画网课引用成经典佳话。所以村长今年回老家第二天早上就特别留意，这群广场舞演奏团果然又来吵村长这种夜猫星人早上补觉了。Motherfucker，but 弹错的音居然已经还是错的一样了，不能算技能练习的榜样吧，但也算是出圈到咱们绘画圈感人至深的传说。在这600多天的打卡里，村长大概体验到两段高速提升的时期。第一段呢是2022年初左右，这是2022年1月的时候，一般色彩稿件也就只能打磨到这么一个很粗糙的状态，非要继续细化也行吧，但打磨的效率就很低。有一天我就想，反正我这种夜猫型人每天睡前趴在床上听一个多小时 late night show 啊 stand up comedy， 不如就边听边画起来。接下来三个月每晚睡前的流程大概就是打磨半个小时自己的原创作品，逐渐会感觉进入无助痛苦的状态，就赶快做一个有参考的色块树图，学习优秀作品摄影大片的配色，或者找类似小佳佳这种细节狂的高清作品放大来临摹一小块局部是怎么样精细打磨的，召唤家神阴灵附体。有一点顿悟的时候就马上回去打磨原来那张稿件进行测试，如此反复到2022年4月的时候，色彩成稿几乎都能打磨到这么一个状态，主要打磨效率上提升了不少。而且因为色彩稿件的细化能力提升了，线条速写里的细节程度好像也被打开了什么扩约机。这是一开始建立打卡区前几次打卡的某吸血鬼某林克，这是到7月时重画的某吸血鬼某林克的状态。不知道村民们怎么感觉啊，村长自己的话还是能看到一些变化。第二段提升是从2022年10月，那时候呢做了一期 Kim Jong Gi 生平的节目，收集他素材的时候偶然发现他平台上有那种一个多小时的绘画直播回顾，也没什么人看，然后我就试了一试边看边跟着画，哎，觉得还能跟得上，而且画复杂的场面好像还有点意思，但自己一即兴原创，还是根本想不出某个环境的细节，某些透视角度的人体，又陷入无助痛苦的状态。于是接下来每晚找了一些人物物品比较多、透视比较硬核的参考照片，何况萨多西、奥多摩卡兹希罗这些细节疯子的动画场景来练，慢慢脱离了村长常年依赖可以随便修改调整的板绘工具，开始拿墨水笔直接干那种比较复杂的场面。一开始心里非常虚，该先画哪里，该后画哪里，真的没底，然后东西画的越多呢，心里就越毛，出错越多，稍不注意就得失画。但成功画完一张以后，感觉啊、爽，就像那种从带保险绳攀岩到徒手攀岩的刺激感，就像那种从锁门看 L 轰到不锁门看 L 轰的刺激感，就像那种懂了，继续锻炼画复杂的东西，就像锻炼扩约肌，开始以为肯定不行，一旦打开了，就能 hold 得住越来越多的细节。你怎么这么懂？
这的方案。这样的训练呢，保持了一个多月，好像快要能脱离参考，靠脑会记性速写了。十二月左右，因为某个大家都懂的病，卧床了半个月。好了以后呢，就忙其他工作，也就不了了之了。到今年八月，不知道为啥突然迷上测试市面上各种手绘工具，研究了很多画笔、墨水、纸张的匹配特性，还意外的学会了怎么装订速写本。因为擦身文具多嘛。村长 DIY 完美便携速写工具的历程也蛮有意思，想在未来的节目中了解的村民可以打 Flashy。对手绘工具没什么兴趣，但对新一期跟村长爆发节目有兴趣的村民打 Pinkie Pie。 然后回想到去年那轮手绘练习，想继续挖掘脑绘的能力，于是又继续保持前面的练习循环。这期间会发现很多薄弱项目，比如怪物啊、机车啊，或者小哥哥压小哥哥那种群批的手，以前遇到了都是画个大概，细节都混过去，脱离参考的时候也就完全幻想不出来正确的结构和细节。这时呢，就会单向提出来，用前面说的快速反馈的方法突击那么一两周，就好像三国志游戏里集中大军狂敲某城门的那种感觉，这样一个一个城门敲下去，到睡觉的时候脑中都能看到小哥哥压小哥哥的各种角度的细节，而且真的会一天比一天更清晰。这种即兴速写的集中锻炼时间，其实算算也就去年十月到十一月，今年八到十月，不到六个月。从之前只敢用数码设备速写那么一两个人，到现在可以不起稿、不插图、无参考的情况下，五十分钟左右完成到这么一个状态。不知道村民们怎么看啊？对村长来说呢，应该算是一段比较快的提升。当然，在即兴速写脑绘的道路上，村长这点水平也只属于小宝宝。这里也不是提倡不打草图、不修改，这些都是专业绘画的正常需要。只是对村长个人的追求来说，这种在现场一气呵成的画画过程，比之前改来改去才能画对一两个小 gay， 算是更接近一步自己梦想的状态。不知道村民们有没有玩过一个过气小游戏 Flappy Bird， 高效提升的感觉和那个游戏很像，并不是堆多少练习时间，而是随时注意练习中的状态，始终保持自己的小鸟，不要撞到上边无脑嗨，也不要撞到下边无助的痛苦。而且村长这种已经画了很多年，潜力早就被榨干的老大叔的变化效果，可能不会像某些小广告那种几个月学画前学画后的对比那么夸张，但绘画之路才刚刚开始，潜力比村长无限大的村民用同样的方法体会到阴灵附体般的神速提升，绝对不是传说。我们大多数时候都会感觉绘画这种技能练习是一个需要卖力坚持、非常漫长、不容易看到效果的过程，但其实当我们把绘画里的一个个项目巧妙地拆成一个个小的关卡，有一点难度但是力所能及的挑战，让自己体会到一项项实际的提升，绘画、音乐甚至钓鱼这些技能训练的乐趣并不亚于某些商家故意瞄准人性成瘾的弱点设计出来的那些娱乐。最重要的是，当刷了一晚上罐头笑声以后，玩了一通宵没什么技术性只靠磨时间砸金币的游戏以后，留下的经常是一种说不出的空虚感。但当你没打过绘画里的一关关，能把自己脑中完美的小哥哥小姐姐带到画布上的时候，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满足。村民们在绘画或者其他学习中还有什么快速提升的小经验，最近一两年有什么样的提升成果和心得，都可以在回复或者弹幕中分享给其他村民。对了，斗村工坊三年磨一剑的重磅主课通用绘画基本功上架了，业内唯一一个学画大地图般的超长期基本功训练营，一个课程带你从啥都不会画到天马行空的原创，通过绘画训练出在这个 AI 时代依然通用的艺术底层实力，用画面自由讲出心中的故事。扫这个二维码试看了解，顺便抢张超实惠的双十一限量优惠券。村民们，下次见， Adios。